智能返航可以实现一键自动返航，让飞行器安全回到您的身边。开始飞行前，请在安全设置中设置返航高度，返航高度应在限制范围之内，且高于周围最高建筑。当返航点已经记录，且飞行器距离返航点超过20米时，点击 APP 左侧的图标后，可选择降落和返航，长按返航键，或长按遥控器左上角返航键，飞行器执行返航。当飞行器距离返航点20米以内时，点击 APP 左侧的图标后，只显示降落选项。此时，长按返航图标后，飞行器将执行原地降落。当飞行器高度低于设置返航高度时，飞行器先原地上升至返航高度，随后朝返航点直线返航。当飞行器高度高于设置返航高度时，飞行器以当前高度朝返航点直线返航。飞行器返航至返航点上空后，将自动降落地面并停桨。返航过程中，确保飞行安全。如遇意外，可点击 APP 左侧的叉号图标，或者短按遥控器左上角的返航键停止返航。停止后，飞行器将原地悬停。此时，您可以手动操控飞行器，谨慎飞行至安全环境，再执行返航。